但是他很强，态度也很认真。身为队长，我很高兴能够拥有这样的队伍。有他的加入，今年夏季 ZJDX 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。天仙配啊，这就是天仙配。陈哥的嘴角都翘起来了，还不怎么熟。我陈哥也夸夸我呀。这样的陈哥我爱了。呵呵，无聊。加油啊，我会永远支持你的。陈哥真是绝世好男人啊。ZJDX 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。还真的在笑。瑞哥，瑞哥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要上厕所？憋不住了？哎，师傅。不是不是。瑞哥，你看这个。什么？王宇又喷你了？但是他很强，态度也很认真。身为队长，我很高兴能够拥有这样的队伍。有他的加入，手机还我。今年夏天，这不是以前的采访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俩吵不吵？我和瑞哥正在看视频呢，你在夸我。夸你怎么了？采访提纲是以前工作人员写的，照着念而已。不行，你问小瑞。是吗，瑞哥？假的。那小纸条上只是写的采访问题，谁敢教陆思成怎么回答记者问题？手机还我！我不。还我！我不，不还。给我！我不。英雄就美这种事儿，还是得数着。爱护小动物是一种美德。你说谁是小动物？陆月，你拍照发给谁啊？不会是发到网上去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哪有那么低级？你比你想的更低级。刚才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双眼含春夸的停不下来的也是他。